那我们试着开快一点好不好？好。嗨，我叫 QQ， 然后读台南大学，然后呢 IG 是。你的学费是自己赚的吗？还是就学贷款？我的学费是下次加的什么化学的。那他这当初是我问他，然后他就是跟我说，那你就要订我指定的这个科系。哦。哦，我投你妈个头啊！哦，你完没完？没关系。那我下一集有个酒店计划，说要帮助那个失学少女。然后就是帮助你缴学费，来帮我这边吧。你说，是真的会给你哦？真的吗？自己要帮助我缴学费的吗？你不要讲经变态。那我们试试开快一点好不好？好。不会开太快啦。好。那怎样？不会紧张吗？不会啊、哦。你看这个车多烂，快600万的车得以超差。这个车懂的人就懂了，那不懂的就是认为它是一台保时捷。它跟一般的保时捷有什么不一样？这台车是718凯门，这是特仕版，也不是特仕版，就是 GT4 最顶级的系列。你看它这个椅子啊，它这边就会秀 GT4， 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两张椅子选配就要多少钱？第一，这两张椅子就要30几万。他稍微觉得不好坐。对啊，它这个设计，你看这么高级的车子，看起来很高级这样子，可是它的门把是一条绳。这台车目前最贵的东西就是这台要选陶瓷刹车，它的刹车是陶瓷的，所以那一组刹车就要40几万，它算这个系列最顶级的车款，所以它要做比较久。也不是，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鬼岛嘛，小岛啦，出入人口本来就有配额的问题，没那么强。那你自己开什么车呢？哦，我都开家里的车。家里开什么车？家里开 Rav4。那下次可以卖我吗？卖你吗？卖的话可以卖我。真的？哇，你知道为什么叫加2万险哥吗？因为别人估多少，我就加2万。就我声音很沙哑。有一点呢。知道为什么？喝酒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喝酒？为什么要喝酒呢？喝酒是最快累积人脉的方法，不一定对哦，但是你可以最快累积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酒精下去会让人家放松清醒。哦，也是哦。对，所以说你在应酬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喝酒？我像人家讲嘛，为什么很多签约都那个讲好的东西为什么都在酒店？嗯，第一个我让你开心嘛，又有美女服侍你，那这个合同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促成？你觉得有道理？安姐，给报警。所以才跟你说，玩过的男人比较好。说我个人见解啊，你南宫没有玩的不行，也没有不行，也不能乱这样说哦，不能这样说的，没有不行的、啊。玩过的会更好，也没有会更好，也没有，就是如果你自己男女生也要有自己经济独立的一面，对，就是不要完全都靠男生。对对对，你朋友会傻眼的。有啊，他怎么说？会太大吗？有点。你们一起做 OK 吗？哦，完全不 OK。让给他做的话可以。真姐妹，我们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的亲密。行行，今天只有你了。真的吗？不能跳来跳去。真的。就再打一下那个 IG。好。你要讲出来了。嗨，我叫 QQ， 然后读台南大学，然后 IG 是。小写的 QYN， 然后底线，然后10，底线10。我等下会先加，我先来哦。他单身，好不好？我也单身，还没结过婚，也没生过小孩。你要到心里去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不要跟我暴露。那为什么？你要真的吗？我今天还没开戒指。真的、哦？那时候要打工啊，要赚钱啊，所以就开戒指。太自己赚钱的人都厉害，不是因为以前还在读书啊。但我现在看来，我就觉得说他们厉害。我这辈子有打工没试过吗？然后我大概做了2天，然后后来也不是说受不了，只是老板问我说我有没有继续留的意愿，但是我的手脚不够利落。这就是现在年
会好像很轻松啊，但是其实我们脑筋就是一直在想说怎么让公司更好，所以这也是一个阶段性。对，你这个阶段当然爱玩正常啊，大家都爱玩，为什么不能玩？对，对吧？你追求者多不多？应该蛮多的哦。我不信，真的没有啦。你东方美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干干净净的。我想黑头发，但黑头发看起来干净。我也是，真的从来没染过头发。真的吗？我不是不想染，是我爸规定。啊，真的。常常来台北夜店。没有哎。那怎么今天突然会想？就是计划好，然后想说就是可以全台湾的都玩一遍。台北比较好玩，台北是比较多啦，但是我真的很久没去了，然后我一些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去，他们都去那边开很多香槟啊，然后我就开一瓶香槟上面。实际上当天开了50瓶香槟，根本超级盘子王。盘子王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要秀你名字，感谢 QQ。 没关系， BS 加冕换新歌，今天企划你要去哪里这样子啊？我个人感觉，哎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很喜欢男生的帅还是他幽默？幽默最重要哎，大部分我问了很多女生都是这样说。我也不知道我是幽默幽默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悲惨，那别人都会笑，让别人起来，别人会笑。那就是间接承认了，也让你开心呐、啊，对啊。小姐姐说她跟朋友讨论一下待会的计划。不一定还要计划，为什么要计划？要订房间，你要想今天可以在哪里落脚。那如果遇到一个你觉得一拍即合的，可以接受吗？一拍即合，那也要清醒的时候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拍即合。就从你还没帮的时候到最后一拍即合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接受吗？那也太快了，不行啊！就是、哦、对啊，那还是要先认识。对啊，现在的那个年轻人都比较活泼呢。这样就变素食爱情啊。啊，有新人老一点，有些素食爱情更长久。要下班好吗？那个几率真的太小。有人喜欢开特斯拉。啊，真的，他比较安静。不是，他可以不用开车，然后直接睡。很棒哎。有。对啊，但我听说特斯拉的，就是他不知道怎样，什么阳春吧。他就不是在坐车，他在卖软体。马斯克，对不起。特斯拉什么都烂，什么组装品、直销什么都烂。它自动驾驶。但是他不用开车，干，我就买了。好酷。偷懒哦，看得出来。好像很多人都是因为特斯拉，单就特斯拉来讲。但是我还要说明一点啊，就不要开快车道，也不要开慢车道，开中线道。你看那个网络上新闻报撞车，前几天才撞一个特斯拉。都是在最内线。都是在快车道或慢车道，所以这中线道基本上我是还活着了。你现在看到我。所以你今天住这边啊，你妈爸妈知道说你要过夜哦？知道啊，知道。哦，那就好了。那要跟他报备说我要去夜店了吗？不会，不是说我去酒吧。那这样他看到了怎么办？那不知道。那不可能看到啦。不会看到。像我上次你的 CA 一开始也不会看到。真的、啊。就会被媒体爆出来就能看到。哦，真的吗？会媒体会报吗？有假的，真的假的？那讲说我去酒吧。那夜店跟酒吧不都一样吗？还不都爱喝酒吗？好像也是，因为夜店比较危险一点。别讲啦，去哪里都危险。对啊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不用想说哪里危险，你今天现在在我旁边更危险的。嗯，对吧？對，我现在都已经怎样，你都没办法了。对，可是你说，做坏事的话，开车还是很容易被发现。哎，对，没有，我意思是说。比较啦，对啊，对，真是太容易被追踪了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也没有这种想法，好不好？相信。对，我有这种想法，我今天就不会出现在这，然后被抓去关。他在那边等你啊，他等下会傻眼。你没有叫你朋友看茶要吃什么啊？他有茶，他说吃附近的可以吗？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听到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女主角的朋友，你觉得啊，小姐，你觉得一个男生啊，薪水要多高才算标准？多高还要多高？凭什么？这样没有标准啊。3-4万吧。啊，这哦，那是你们两个加起来加四就是8万，超标就够了。好，赞。我们到目的地的台北
这是什么夜市？不知道。临江街观光夜市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没有腐烂，这是他朋友叫小许，很凶哦。太挤了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就买东西吃。然后夜店是几点开？10点多要去排队。还久，现在7点了。对啊。好，不要见，拜。Waiting for the calm down. Walk these streets with me. I'm doing decently. Just glad that I can breathe. Yeah. 会不会有事？又到了、欸，还有停车场吗？是在这等吗？我们先前面停停车场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好不好？可是我要先上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好、啊。我现在到了目的地。嗯，好不好？光复南路附近就是他今晚住的地方，然后等一下去哪间夜店我就没有清楚。应该表现的，我应该表现的算可以吧？可以，完美，超过100分。谢谢你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机会很难得啊。嗯，那你有什么感想吗 ？QQ？ 就是车很帅，人很帅，都很棒。真的、哦，对，那你说如果那个如果遇到下次有遇到我这个七娃的朋友，下次比较请那个各位观众比较害怕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踊跃，踊跃吗？甚至可以下面留言报名。对，而且我那个免费的铺了。对啊，对，贴心贴心，贴心吧，贴心，谢谢。那我们下次吧。好。然后这边把手是一条线，不好意思。对。很酷哎、欸，很 low， 不会，超级 low， 是我 low 跟不上他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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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。那很开心呢，我们今天任务终于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，那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等一下说要去夜店，好不好？那我就陪他们去一下，真是奇特的一天啊！那我们先这样喽，各位观众，拜拜。28